最好笑的增长即可，现在开始啦！欢迎收看《综艺大集合》，幸福好运大，兄弟上台欢迎。这几个小妹妹好可爱啊！哎呀，原住民的衣服哎！是是是，原住民的衣服啊！哎，哪一族？阿美族。阿美族。阿美族的。哇，你看每个都好可爱哦！对对对对对，个个都那么漂亮了。是。哎呀，我们国家未来希望啊！啊，真的是啊！今天来到桃园的平镇啊，平镇啊，平镇啊！要介绍我们那个特别来宾。好。啊，最近呢崭露头角的红茶，欢迎。慢慢的把红茶干掉的曹玉豪。魔王江婷，年轻一辈相当有实力，英勇哎，踊跃，哎呀，哇，还有我的新的同学巧怡，欢迎巧怡，还有我们静茹，哎，上课啦，人员阵容非常坚强，既然来到桃园平镇，又是哈嘎永勤呐，嗨，大家引颈期盼呐，想拿奖金啊，好，不如马上就进入我们的游戏啊，有好运降临，哎。游戏太久没有玩了哈，是啊，有没有报名？男生没有，有男生要玩吗？有啊，冲来了！这是男生吗？哇，这是什么声？厉害的！你为什么不去弄牙齿啊？等等，为什么要弄牙齿啊？我怕咬到，我咬到人了。哎，贵姓？姓邱。邱先生，在做什么行业？退休了啊！退休，退休，在家就好，就好好休息就好了嘛，谢谢。好了，你现在把他赶走，你都问人家谁要玩，他跑进来，你又把他赶走。好了好了，那个2000块快点了啊，那个眼罩给他，来来来。快点。男生对男生啊，就我啊，不然我啊，来就位了。好，一杯都准备好了，千万记得不能用咬，不能咬到人啊。好，我会咬到的，我会。我都好紧张，怕咬到你啊！我也好紧张，会咬到啊！你面对面要互咬哎！就是这样子。不是啊，你们后面只会有乱七八糟。刚才我先喝一下小龙啊，你啊，安慰奖，安慰奖，安慰奖，没掉没，没掉，来来，包庇我你啊！好好好，谢谢。这个币，这个币，你贵了，涨贵了吧？65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哥，邱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因为他没戴眼镜，看不到啊。戴眼镜了哈，戴眼镜要戴，他戴眼镜要戴眼罩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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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吧，是吧？你看啊，男生跟男生啊，不会啊，蛮好玩的吧？过程哦，蛮恐怖的。好恐怖，对对对。有没有女生的？有没有女生的？女生啊，不是观众啊。你这个是什么学校啊？我们是新市国小管乐团，由叶春英校长带领。哦，管乐团啊，所以你们是乐团就对了。你们是在管理乐团的。我们有人是管社团，有人是管管乐啦。管乐是吹的。啊，对对对。是哪一个？强项是哪部分？我们是后援会的家长。哦，家长啦！哦，你是家长哦，家长小孩是管乐团的，是不是要赚点奖金就对了？了解啦。那这个高度就派静茹了。派谁？静茹啊，静茹来应战了。好来，两位的女生的对决了哈。来，约好运降临。好，转圈了。好，直走来，在后面，在我后面的，在后面来了，右边一点，右边一点。
到鼻子啊？好大力，多力啊！撞到鼻子啊！拿起来。啊，你好，哦，他很灵敏哎。对啊，而且他到现在还含着不放哎。啊，我们把这根送给你好了啊。哎，颁奖来2000块，厉害厉害。谢谢。所以说这个游戏怎么会精彩呢？男生跟男生跟女生跟你改一下，男生女生女生男生才会精彩。啊，不然这两个阶段实在是哈。是是是。来继续。对。不过话讲到这里哈，我刚好一转头，后面有个女生想说要跟你玩呢。有女生吗？有。那在哪里啊？到后面穿红色衣服的。红色衣服的。对啊。我去跟他讲说不允许好了，因为我们是跟他讲规则，就男男女女。对，就跟他讲不要了，还没有开放男女的，红衣服的。对啊，什么叫不要？不是，因为我们的规定就是男生跟男生，女生跟女生嘛。那他现在是自己说要求。你当这么多年主持人都不会进步啊？规矩是死的，对不对？人是活的，可以改变啊。他要求的，我们说不要吗？可以吗？是他要求。我们民事做节目是以民意最大的啊。对不对？而且我刚看了一下他。个性好像也蛮热情活泼的。我看到的，就中间那个嘛，啊。对，蛮有型的嘞。你就帮我安排一下。那我就把他邀请出来好了。短头发可以吗？对 ，OK OK。OK 了，好，来。你好。你想要跟瓜哥一起玩嘛？对不？对。现在赢哈，3000块的奖金啦。好。你一看我就知道你热情如火，要穿红色的嘛。我跟你讲，安怎算啦？头前你看，你知影嘛？嘴巴张大哈。好。他的椅子大。给你几岁啊？多几？68。OK 了 ，OK 了。差不多了。来，瓜哥也差不多。来，瓜哥。哎，瓜哥嘞。瓜哥。团队要底下。大海哥是你没看到？没有看到啊。我看到瓜哥了。不是啊，他不是要玩吗？出来了，他打得这么贱的嘞！你没有看到瓜哥吗？没看到瓜哥啊？奇怪嘞！真的啊？哎，这小子，你几年级？怎么长这么大？这位大哥，你是卖气球的？你哦，是他的，哦，气球是他的。你今年几？现在几年级啊？大学刚毕业。你这大学刚毕业？你在干嘛？我现在你都认得出啊？你就这么的明显，而且你哪里来的帽子，还有这种眼镜？我跟你讲，我说实在的，我刚一头一撇过来，这一群观众我认不出来你。融入了，他们也认不出啊。你真的融入了，而你还拿个气球。我买这些主要是为了躲那些阿嬷。躲阿嬷？你躲阿嬷要干嘛？你刚刚不说红衣服的吗？红衣服啊，我们家这是萝卜，这是你讲的，不是？你刚刚不是说中间那个红衣服，然后他没有啊，他站在他就站中间啊，穿红衣服啊。你已经几岁啊？68而已啊。喂，68，你爱我吗？爱。对。给你就位了。
结束了，结束了。那下去。阿姨，眼罩可以拿起来了。我告你啊！哦，你在这里啊？天，每个礼拜六的礼拜天看的节目。是啊，那从来不。等一下，刚刚怎么有人是静茹吗？把我脸捧起来亲戚啊？对啊，对对对，是啊，对对对，你就当成是他。你怎么咬那么快？你好快，直接爽就进去了。谢哦，你有没有感觉你有拜佛？你拜什么？哦，所以刚刚一定是佛手弄进去的哈。得手啊，得手，得手！赶快颁奖，赶快颁奖！啊，颁奖，颁奖，颁奖！快快快！谢谢谢谢，继续收看我们节目哈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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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每个人都开花。哇，我看你玩的蛮开心的。对呀。以后，人要点出来，不是说他穿红的那么多，是穿红衣服。我要去点了啊，结果你还没有去点，你就答应啦。不用不用啊。是啊，每次我还要准备多那么道具来躲。哎，你很辛苦了，你还忍他去借啊？对对对，我下个月要出国，准备去买道具了。你为了，你是为了买道具，是为了躲这些人啊？对。你很无聊哎。我买道具啊。大家幸福就好，大家幸福就好。好了，来赶快取消这个游戏啊！继续继续送幸福。先谢谢部落根表演的精彩舞蹈，然后我正想问瓜哥，怎么会觉得这么大的个子能躲得起来呢？今天我们来到了平镇区，这里不但公园多，还有建设许多运动设施，让当地居民都有休憩与运动的好去处。今天我们要来体验一下极限攀岩，现在赶快请老师好好讲解一下，应该如何正确攀岩呢？我们待会来到这边嘛，来到南京新疆红中间拍一场，然后希望各位待会注意这边肯定要安全，然后希望安全的东西真的很重要，然后再来，你待会可以碰的东西啊，岩壁、岩块那些都是你各位可以抓，是各种颜色的，好，然后唯独上面唯一一个会有一个长得像很多的铁片，色位对，银色，请各位不要去触碰它，但是教练就是这样讲说要我们要做先锋攀登的时候要挂绳子上，然后在你们要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绳索会绑在各位身上，那绳子的部分请你保持在两手的中间，三点不动一点，三个点不动一个点去找方向，看到没有，诀窍是这样，对，不是三点不动一点，那董哥其实可以体验一下，他那个肚子就不行了，还要怎么，你怕什么，我们有这个安全的老师教练在啊，啊，来董哥，对，待会一样，你先穿好东西。你是要第一个了。教练，有人需要帮你拉吗？对，不要会有人帮我去。就不然重量是你没办法。有那么重吗？我也来。准备好了。I'm ready. OK. 确定。Double check. 那你有需要胶带是吗？胶带。他老婆有交代，好好，他老婆家宝了，你们谁好啊？那胶带我到文具店买给你，看一下黑的还是那个透明的。大家记得是手，哎，中间。铁片不要抓，不要抓到这里啊！厉害，慢慢爬，加油！这么快啊？三点不动一点动。因为他的整个四点重，你怎么会抖成这样啊？因为他踩不到地啊，不容易，他脚也踩不到地，手也抓不到地，所以没力嘛。不是，对不对？他的踩的地方啊，面积很小。教练讲那个三点不动一点动，是因为你的核心肌群跟你的肌队的腿肌力都够，所以你才能产生三点不动一点动。你如果没有训练这个，就会一直抖啊。哦，真的哎。来，香哥。好，我来先上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没有要交代。你有没有第四只？第四只要干嘛？你刚刚说董哥有第四只啊？没有啊，四只都在动啊，不对吗？好，教练，你很好笑，整个因为轻嘛，不要抓铁片了，三点不动一点。
够轻的，可是他动作并没有完全百分之百，他的手背可以支撑在人前，可以啊，那可以，三好，你看找不到位置，找不到位置，啊，撑不住了，这时候手就已经没力了，看到没有？没有，很难抓，很难抓，这个要练。也厉害啊，你看这是厉害，厉害啊，厉害啊，抓上面对，有差啦，体重轻的，厉害，他很厉害，他很快就可以不用绳子了。碰到，加油！哦，好，翔哥厉害，来，继续抓绳结，屁股向后抓。阿翔就是运动天才了，好的，你去更高，厉害哦！说实在的，因为哦，他那个攀岩的每一颗的那个抓的地方不太一样，对，我刚因为抓的太小了，然后施力点就只有一点点而已，所以我说我撑不住了。可是自然的攀岩场地不是每个地点都那么大的，对，所以真的有困难度。对，但是你体重轻就是好处。真的不是，哎，手会软。巧怡呢？巧怡听说您这一方面还可以。哦，其实我是有受过训练，我有确保着。你受过训练，你要不要爬完再来讲这句话？你这样吗？都试试看。好，开始了。小心哦。嗯，真的有些不好抓。哦。他选择的点都跟阿翔不太一样，因为你的肢体协调很重要，他点设计的都不一样。哦，你看手指要用力，你要找位置，找东西抓。啊，不好抓哦，哎呦，不容易哦。哦，你看这个体太轻。哦，一下就上去了。不见得瘦的人上，你手没力也不行哎。对呀。那我找位置。他找位置。前脚没有牵到。对，靠着点啊，这个很难哎，所以翔哥要上看很快。哦，我踩回来啊！哇，不容易。对啊，因为他你要去找比较大。小心，铁片会刮到。哎，小心，铁片刮到你了，右脚的铁片会刮到你了。对，他是越上越难，有人怕高的，厉害厉害。哇，厉害，真厉害哦！他还会用踩岩壁，还不会踩岩块。对。好厉害哦！厉害哦！真的专业的哎，我太佩服你了。因为他的心肺什么都要很好，应该有做一些什么？对，还能讲话。对，我平常很喜欢运动。喜欢什么运动啊？像拳击、有氧啊，然后我自己会做一些重量训练。拳击哦，你会打拳击？很累。哎呦！好。来，准备，准备好了。是礼貌嘛，打完之后就要拥抱了。你们慢慢洗脚，我去暖身一下。暖身你要干嘛？你别爬了。哎呦，移动的棒。哇，专业错误，叫做移动棒式。这么低，你看到吗？哎呦。哇塞！哇。对哦，还有腿要拉筋啊。道具。马步。你们来了。你要干嘛？我要暖身了。等下。坐这几下就能爬。来，你慢慢的暖身没关系。我想请问你暖身是要干嘛？我现在没有绳索，可以跟教练申请一下。教练，我不用绳索了，我自己来。你要爬？对，不用绳索。红茶跟我一起来，真的不用那个吊着。最近我都在期待你的训练。对啊。那你刚刚的架势是真的有在训练？哎，你不要开玩笑哎。对呀，你的爬核心肌群要蹲啊。哇。可以啊，对啊，所以你光哥标准 ，OK， 那你上去也多多少少保护一下光哥。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对，教练，你又不行，叫我把你拉上来哈。你还拉他上来？是你不行的错。我会，好，那我们挑战没有绳索，来。好，哎呦，我要加油了。哎呦，真的嘞，我会爬嘞。天哪！哇，你们现在是。我真的会爬哎！哇，真的厉害！
瓜哥，你还真的是唬到我了，原来一切都是幻觉啊！还有观众朋友们，体验攀岩要到专业的场地找专业老师才行哦。接下来我们要送个百尺竿头游戏给攀岩教练，到底有哪些朋友要一起挑战同乐呢？谢谢老师，好，老师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！哇，这个大太阳底下让小学生在这边吹个管弦乐，真不好意思。不会，不会，他们是新势力啊，新势力国小，新势而已，新势力，新势力国小。
可是老师他们你在指挥是做样子吧，是吧？有在看，有在看吗？有在看，有在看，对，真的有在看。指挥，你做没是一个交响乐的灵魂的。没有，我刚刚小孩子都看乐谱，那在看他。他们会用标的，他们会用眼睛的余光。你再做一次，再做一次，你看你们根本没在看呢、啊，你看，你看谁在看他？没有在看、啊。真的吗？哎呦，有！你该不会要自己来吧？哎，那个塞要塞得准哦。预备。等一下，烂掉！指挥真的是故意的，你们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你们故意给我难看。来，注意啊！你搞这个舞的，预备。所以老师是做样子嘛？没有啊，所以说实在，人家的管弦乐团训练有素，是这样吗？很明显的，你指挥说他们很乱。哎，对，没有，很虚。等一下，你学过音乐的，这个指挥重不重要？指挥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如果他们不看指挥的话，速度啊、大小声都会不一样。哦。而且我们都是用瞄的，不会完全看着指挥。对，所以这首你也会？会啊。这么难的你也会？这么难？对他可能很简单哦。真的。哎，要学音乐的，所以指挥很重要。留音的。老师，你们怎么会成立这个管弦乐？就是在很多年前他们就开始，就是我们学校连音乐班也有。哦。不是音乐班，是一般的社团的小朋友。哦。那老师今天要帮我们做颁奖夜的衬底、啊。对，没问题。問題来，新势力国小来鼓励一下。新势力。这是在桃园的。对。哎，那个教练。教练，今天来这边，我们要参加这个百尺竿头啊，你是准备参加的吗？在挑战对不对？我们待会会有加码，有加码啊，加码，这么年轻的加码，谁加码？你来加码，教练，请我们救国团的行政组组长。哦，好，组长来，组长，哎呀，组长，组长，组长，来，还有这位，这是市议员，你好，好年轻啊，会计师哦，刘仁照会计师，你是会计师还是议员？两个都是。你是主？我是桃园市南区青少年活动中心。哦，青少年是对面那一个馆。哦，我们刚攀岩的地方的那个地方。对，攀岩、泳池、健身房。哦，就应该要从事这个运动，不然年轻人啊，在家闲着没事，正当的娱乐消耗体力。对，最重要是有人正确的加码，让我们节目更有活力。没有，不一定他们加，我说正确的加码。你们要做正确的事吗？要。那请问，这个先上一下。这个南区运动青少年活动中心啊，这一次啊，我们特别制作了这个健身跟游泳的这个月票的这个使用券。来，你都这一张可以用一个月。对，抽到的一张呢，可以使用一个月的，对吧？对。哇，那很感人啊，谢谢。那会计师的诚意在哪里？真的有带一些。大家打打气，加油一下！这么客气，议员太客气了。好，那我们就送奖金给大家了哈，也谢谢你了。这个广观众们拿上网了，这个月票给大家。干不起来，干不起来。百尺竿头有没有挑战的？来，挑战者来，在哪里？出来！好，来。这个画面就对了，要鼓励年轻人。年轻人来了，年轻人来了。平常有在做运动吗？有。擅长什么？跳舞。来，要秀一下吗？要。请问一下，你这样绕一圈是什么意思？你们跳舞不是都喜欢这样？会吗？他们会这样吗？来 ，music 来开始。来，阿彪厉害，阿彪厉害。你也跳舞的？你也是舞蹈？对，我会跳舞。你跳的？我武术的。武术的。武术的。武术啊，武术，那就董哥待会示范一下。没有，我是跳的。跳。那你呢？极限运动。你什么？极限运动？攀岩。没有高空弹跳啊，直排轮的，那你呢？U 型滑板，滑板那差不多嘛，对不对？U 型板嘛。哎，所以两个是跳街舞的啊，这个前面要先很健的动作哦。有，你真的好健，健，真的。哎，妹子，哎，有，来。
讲一下，你几号？怎么可以这样？你是几号选手？你几号选手？你是几？你二号？还没分号码？还没分吗？对，是二号嘛？啊，二号就直接冠军了。还没，这不一定的。人家手这样，你看啊。不是，他手是真的是这样哎。啊？哪有人这样折的？脚也是。你会折吗？我没办法。我也没办法哎，我是怎么折？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手可以这样？一开始是觉得还蛮软的，然后慢慢就拉。你这样有没有照过 X 光？骨头有没有坏？折起来的。那你这个快才能做，慢没办法。也可以。你慢慢弄一下，你现在这样。啊好。这样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？怎么可能？背对观众，这个哪有办法？哎呦！这真的是所作于人。自己一个人可以玩环环相扣哎，好厉害哦！我看得像好痛。你还有这么脚直接上来了？脚直接放在脖子上。芭蕉。来颁奖。没有，你软骨功嘛。这个就是达人秀了。那我们就不用看你跳了嘛，不用了。好了，那现在怎么比？你们有五个是吧？五个，我们要派三个啊。好，一对五个里面，我们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嘛，对决，最后会产生冠军亚军嘛？对，冠军就是6000，亚军是3000。好，对决的一次淘汰，好不好？对，一二号请就位，有八位选手了哈，最后产生冠亚军嘛哈？对，那冠军的话你就负责6000了，亚军我们就负责3000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的啊。一二三，预备，好，加油！好了，比赛开始了。这个这么难啊！这不好爬，他都练肌耐力，练成还要掉两三下。你怎么掉两三下？太晃了。对，太那个晃的幅度太大了。哎呦，你看脸色都苍白了。这是惨白了，惨白。第一回合你获胜，恭喜你了。好，先休息一下，一号请休息一下。好，接下来是三号、四号请就位。这是一个精彩的举动，各位年轻人呐，三号、四号预备，准备来。速度也比较快，握手一下，谢谢。哎，运动啊，学习运动精神哈。谢谢你，我们礼物送给你，谢谢。谢谢你。双号都好，休息一下。现在是二号、四号晋级啊。对，真的是这边风水好吗？不一定吧。来，你休息一下。来，五号、六号，来，五号、六号请就位。好，精彩的决斗呢，现在是五号、六号，预备。都一样的嘛，风水吧，是不是？来，两位选手，红茶果然厉害了。来，我们礼物来，来小礼物来咯，送给你，谢谢你，很棒，谢谢你。最后一组，七号、八号请就位。好，七号、八号是最后一组进行第二轮的啊。七号、八号，预备。他们礼物啊，永越厉害！现在我们来看了，有二四六七晋级啊，二号四号请就位，二号到第二轮了，二号四号，只要赢的人就基本上有3000了，没有错，对，预备，白纸盖头。速度真的很快，真的很厉害，来握手一下，来，我们要送你给你，送给你，这很好哦，好来，也是很棒的哈，二号恭喜您，四号恭喜您进入最后的，最后你最起码有3000了，对，起码有6000了啊，接下来是六七，哎呦，六七，我们一人组对打了，兄弟，老天爷都帮忙啊，不然雨是用倒的，我告诉你啊，预备，加油，预备了。
但是环境都一样的啦，所以呢，哎呦，还要踊跃哦，伯仲之间啊，这是江山代有贤人出啊。对，红茶要保住这个地位好像蛮难了。哎，后面的这个新秀窜得很快，很快很快，红茶还是厉害啦，踊跃，跟这位，另外还有我们矮个的那个跳街舞的高手来，好，你们两个都很厉害，但是呢，两位要先稍微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先握个手，握个手。现在是46。是的，两位最后产生冠亚军了。是的，你们俩先休息一下。好，来休息一下。女生的来。好，女生参赛者。哦，你好。贵姓？甘。姓甘哦。对。甘露的甘嘛，是吧？甘蔗的甘。就甘露的甘。对对对。这个是什么了？怎么回事？甘甜的甘嘛，对不对？是甘薯的甘吗？对。哦，对哈。甘薯的甘，它就可以了。你要挑战谁？这个。啊？这个吗？好哟。哦，有名字。静茹啊。他是住这附近哦，在地人，在地的，在地对在地的，对。我们女生把线放短一点，不要那么长。前面的啊，2000块，来，请就位。来，两个都住桃园呐，加油了啊！先举的，大家预备，开头。好，这位女生的选手呢，挑战我们的林静茹。那么静茹正好也是住在这附近的，静茹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没有期待力啊。来进来，他只能说你选对人了。对，你选对人。拿了中奖旗子，你最近不是在学舞蹈吗？对啊，你想要你练到力量。我最近踢队中。啊，踢队啊。踢球。对，所以每天要练那个踢队的感觉就会没有了。啊，对。你是学什么体育？我没有，不是学体育。你学什么？设计。设计啊！哎呦，哦，学设计的。哎，准备颁奖啦！来，谢谢。谢谢你，恭喜你。谢谢你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接下来冠亚军呐。好，来请就位。好，来，在雨中最后进入最后的决赛，冠军6000，亚军有3000了，预备。速度好快呀！好，没关系，赢就赢了，先握手一下哈。厉害厉害！刚刚没有耗到他体力啊。对。刚刚为什么他不跳街舞？要省体力啊。真的。对。好聪明哦。先来颁第二名的，我们有3000块。3000块就自动受处理了。音乐来颁奖典礼。颁的是第二名林永月。恭喜你，实力得来了。接下来颁第一名。6000块，你说好了啦，你说了，来颁奖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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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次谢谢我们的新式国家管弦乐队，谢谢，来继续送幸福 ，Let's go。接下来我们要赶快来进行越飞越高的飞龙在天求好运啦！今天会有哪些运动好手要来突破纪录呢？飞龙在天，超好！6 6啊，这是福德宫的主委啊。哦，对了，主委你好。谢谢。我姓刘。刘主委。刘主委。福德宫应该是后顶进行。土地公。哦，是我们对面那个双富福德祠。哦。有。是是。我下面挖档哦。年的2月2号。2月2号。8月2号。那你们贵就是土地公生，我们这个本庄的人全部会来。吃平安餐哦，所以你有板多来吃个平安餐的哦，平安餐是那福德正神有托梦给你要来加码，这不用托梦，是我们的潘先生叫我来的哦，潘先生是潘先生托的梦啊，不是啦，潘先生叫他来的啦，不是就叫他来加码，那个福德正神的意思呢，意思说没问题，没问题啊。对啊，没啦，求财本来就要福德正神，你俩命忙就好，命忙就抓，啊都要去拜拜。对对对，啊叫有钱来啊，啊你我花这钱我再给你省不要紧了哈。好来来来，欢迎来，来我们先走。
都是女生啊。三位女生的话，朱莉放心啊，开杯当啊。你为什么脸上有刀疤？昨天打球被架拐子啊，被架拐子有没有裂开？只是 OK 啊，缝两针，缝两针啊，两针，怎么会有这么卑劣的动作？他下手很重哎，一小时抢篮板的时候，是要过人的时候。哦，所以你篮球队合球啊？合球，合球也会打成这样。讲到何炅，我认识一个 Sabina 的，漂亮百倍啊，叫做他是何炅哦，星辰是吧？对，星辰，何炅，星辰，星辰怎么没来？他回高雄。啊，你认识啊？你认识啊？真的认识啊？啊，学姐，这是学姐啊。来来来，还是我把他请出去？要不要请出去？不行啊，人家是选手啦。对啊。好，你是何炅队的选手。对。哦，好，那你呢？竞技拉拉队，竞技拉拉队，台湾竞技拉拉队很有名哎，不是，我们上次有会过第一名哦，不是啊，竞技拉拉队很危险的，对啊，因为安全措施没好，有的是要抛很高，或者是举人，垫子也很，垫子掉下来会保护人员，啊，练的时候不要受伤了，然后可怕，完全要信任呐，要信任对方才可以抛，要不然抛的人你绑手绑脚也不好啊，你几岁啊？17岁，17岁，现在是竞技拉拉队的成员。你怎么晒那么黑？都在户外练。对，户外有时候自己也会出去运动。自己怎么练？喜欢运动没有，自己喜欢出去运动，然后有时候学校晨操队晒去。哦，没关系，晒黑健康啊。对啊，对不对啊？你呢？贵姓？游子涵，你运队的？武术队。武术队的啊？对，你是耍刀对不对？刀的嘛。拳刀棍。所以你们三个来参加。哦，你几岁？啊，我是第四位。哎呦。你说什么？当仁不让。第四位，我是台体的。第台体的。台湾体育院。学什么？我是学田径。哦。哦，那这样拼够就有机会。而且他在我们节目那个运动细胞非常好啊。是啊。他绳子都很厉害。四个比赛，来，那朱雅，他们四位参赛了哈。阿尼，我们先一个跳。第一个从175开始。好。3000块开始啊。那年龄的话，你是几岁？17。你先。21。啊，那不用排了。好，那就你一号。一二三四，来，请就位。照顺序。175，奖金3000，每个人2次机会了啊！预备。第一位是我们的啦啦队。啦啦队的。竞技啦啦队的同学。轻松松。我们跳的不行啊。起码跳好了啦。待会有可能不是说靠左脚。好，第一个过关了，175。第二位。是我们的何球选手，我们的新传的学妹，新传的学妹，你就是因为啊没有节奏，所以眼睛就会被打到了，要节奏。好，我们这个是何球选手，轻轻松松，他就很协调哎，175好像多跳了哈，175，轻松，有功夫好手啊，武术的，武术妹加油！睡呀睡呀，这个步伐还可以调整的，中间换脚。不是啊，因为刚刚球啊一直在飘，所以他没办法瞄距。好厉害！好，最后一位，我们的安宇，台体加油，台体加油，还不错。哦，对呀，德智体群美了啊，来。接下来第二轮的到200了，200就6000块了，6000块了，因为加油6000块，因为是我们的啦啦队同学，加油加油！哎，你有没有踢到？有踢到吗？不是用脸吗？是用脸是吧？我问他呢，请问你是脚踢到还是脸撞到？脚踢到？我问编审，编审。脚踢到啊 ，OK， 脚踢到，怎么感觉好像脸撞到？天哪，他脚踢太高了，感觉是这样出去的。来一位，7块。接下来是我们的何球的同学，何球，他蛮猛的，也是很轻松啊，轻松，对，200以内都轻松。来，我问你，那个星辰知道我们今天要录影吗？哎，你访问他，应该访问他的事，你怎么会问星辰的事呢？是同仁吗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我们会录影？同学找的。啊，同学找的。嗯。
啊，暑假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他回去是暑假。而且 FB 都有 po 我们在哪里录影啊。那他应该留下来。他应该看到了，赶快回高雄。这什么话？哎，好好来，请来二第三位了啊。现在武术的同学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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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顺利过关。为什么大家都那么轻松啊？对啊，他们都是体育的嘛。厉害厉害的，好，请到来。个子小，但是飞很高哎。你干嘛？还等访问了？你认识星辰吗？哎，你问每个都要问星辰啊。哎呀，加油！哎，加油！失败。跨栏。没有理由啊，最后一次啊。哎，一次哦。最后一次来。加油！因为他第一次失败，现在跳第二次了，第二次失败就淘汰了。最后一跳哦。你们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哪个位置？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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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鞋，鞋带有差。嗯，鞋带很重要。第一次勉强，终于过关，200大家都跳过了。对，现在二五。四位都跳过，但现在225了。刚刚6000。25当然 double 了6000呢，一万二。好。把理科了。12,500，12,200，12,000块，所以你们满零，12,000块，拉拉队的同学，加油加油加油！脚步有点歪耶，我就跟你讲，他第一个起跳就左脚，我就说最后他会不协调变右脚，他根本没有。我们还有一次机会，等一下等一下，第二位，接下来我们的何球，加油！你们，他都准备好了。第三位，这个应该也没问题啦，这个也应该没问题。小归小，可是飞很高。对，预备，加油！有垫步，有垫步，他下有偏下去的，下压。问他在凶什么？哇塞，你弹跳力不错呢，我看你好像没有什么准备，上去还下压的。对，因为我在算脚步，还算脚步。可是你踢得好重，你是对那颗球有什么不满吗？点到，功夫就像拳拳到肉，不能比形式而已，对不对？来摆个 pose， 摆个武术的 pose， 武术 pose， 哇，好有气势，对，那个镜头，拳，这个厉害，好，谢谢，好气势哦，啊，留点体力，好，蛮有冠军，现在只有一个还没过哈，安妍，来一杯，安妍加油。你其实躺下去应该用到，你先重心要往下，要教他怎么脚尽量往上。来，红茶，红茶跟瓜哥现在来教阿姨要正确的踢球法，脚抬起来，脚抬起来，对。可是因为你刚刚抬起来，你刚刚头因为你上半身游走，所以对，你是变这样哦，应该要这样，对，哦，这是秘诀，这秘诀，来，怎么样？你看怎么样？你好辛苦呢，加油加油，不是。你是桃园人吗？什么学校？志平高中。志平高中。第二跳哦。啦啦队同学第二跳，到底会不会过关？我们就看这一次了。好。手碰到。是手碰到哎。我问他，你是手碰到还是脚碰到？没有碰到。那球怎么会动？手吧。你手没碰到。你脚也没碰到，那是谁碰？是福德正，福德正神碰的吗？来，再跳一次啊！好，瓜哥开放，再给你跳一次哦。可以啊，好好加油！你的步伐算好。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压到就好了，压到就好了。哇塞！来，第四位，小爱。就你还没过，后面在看戏是不是？你们躺下去，记得刚刚瓜哥跟红茶教你的。你教的真的有用。
然往下潜了。有用。击掌的非常明显。这个时候。不错吧？我们教你现在中间学一下。有哎，刚教有成，可能要谢谢瓜哥比较适合。啊，这超过时期了。哎，你超过了，超过了。哎，赶快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个人真奇怪，怎么？我懂，我懂。来，四位都过了，四位都过了，到250了。好，刚刚是12000。1万2250就很硬了。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淘汰一波人了。一波一波，那这个我们赶快能满了哈。四位都进入250了，奖金20000块了，预备。左脚一下右脚的，对啊，你脚步没有算好哦。你怎么又现在又左脚跳？脚步没算好了，你不能一下左脚一下右脚，你这个永远跳不好啊，对不对？你是右撇子还是左撇子？右撇子。右撇子。嗯，右撇子是左脚起跳。对了，他可能做事很随性。你是双子座的，什么星座？双子座。母羊啊。嗯。母羊怎么了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母羊都做事情一下这样一下那样。真的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儿子也是母羊座的。你做事情要决定右脚还是左脚，要不然你第一步就踩错了啊！就是不要犹豫不决啦。这机会没关系，来来，我们合球的同学，这样会影响你视线不会啊？你会总觉得有下面有一片云吗？不会啊！来预备，大家20000块哦，20000块合球同学，第一跳250公分，有机会，前面2棒都没有过，有交替有啊。你高度有到，你还是差一点的。红茶，红茶跟曹玉阳来，教他怎么做这个动作。表现机会啊！来来来，不是年轻，要再紧，要紧，你得要往下，对，腰往上飘。因为你要抬头看了，你脚就上不去了，这样知道吗？瓜哥，我请问一下，通常不是就是抬人的话都是你负责抬吗？怎么你会 Q 他跟他？他们都没表现机会，今天又没跳。哦，你是特意给他表现机会就对了。谢谢瓜哥，原来是这样。红茶也是给师弟啊，对不对？这样知道吗？你要把他向了啊！来，来，请坐。这个不用教，他弹跳很好，这肯定会过，这肯定会过的。这个是武术的同学，前面2棒都没有过。我就说他弹跳很好，来摆个 pose。再摆个 pose， 对，结束。你是练爪虎爪？南拳都是这样。南拳是有虎爪、拳跟掌。啊，那掌好不好？掌来一下。掌。来一个鹅掌。感觉有风哎。鹅掌。南拳怎么会有鹅掌啊？你胸掌，来个鼓掌。鼓掌，哎，会不会？鼓掌你不会？鼓掌，只有他过关。现在目前啊，安以爱，安以爱，安以爱的第一跳，预备，第一跳。这样教有用哎！哇，经过你的调教，哇，这个筋一放软，马上就上去了，真的哎！哦，而且你下来脚不要变成会受伤哈。华哥要给你提示了，名师出高徒，是下来要身体放软一点，不能太硬。好，来，加油！现在2位过关了，对，前面2位没过，加油！第二跳，我们加油！刚有教过他。没教过他，没有教过你跳，没教过，没有教过你，来，朱伟来，什么？抱起来，对不对？加油啊！经过福德正神加持，你怎么会跳朱伟呢？朱伟没事干嘛？预备，第二次跳啊！如果没有跳就淘汰。
下来放松啊，不要受伤啊，预备。第二跳。靠左脚比较多，好，来先颁奖来，来，啊，再加一名双的双分，谢谢你，已经跳得很好了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加油，谢谢，来休息一下，谢谢我们的同学，好，来来，谢谢我们的同学，好，接下来是何球的同学，他也是第二跳，看是要继续挺进还是零米了啊？加油，加油，有试过了啊，预备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何球的同学。你会到哎，你的脚已经到了。没有机会啊！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再给你机会啊！再给你一次啊！让诸位的恭维啊！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再给他机会啊！那个星辰有说什么？他回高雄了。星辰哲理，好，星辰哲理，好，嗯，好，再一次机会。再一次哦，最后一次了。预备。刚刚位置是对的，歪掉而已啊。你们好，这是发哥给的第三次机会，最后一跳，最后，哎，为什么你每次给机会就会过啊？哇，那观众就问啊，那刚刚为什么那17岁不给他机会呢？因为前面也给过他机会了。哦，前面已经给过了。我们很公平嘛。对。他在跳225，我就给过他机会啦。都给过一次机会了。是，这次不是我给了，是主委给的。福德正神。对对，你要跟星辰说什么？他干嘛跟星辰讲话？这不是他家长。刚明明就是他在跳，为什么一直说？你应该谢谢瓜哥。你为什么星辰说的？你为什么阻扰人家讲话呢？人家有话跟星辰讲，人家说什么？瓜哥想你哦，星辰。他讲出你的心声了。讲出心声哈。小孩子不要这样讲。你算是了解瓜哥了。OK， 275啊。哎，三位。你们都不要加了。瓜哥太凶了。给几万呐？再加一万。瓜哥加一万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3万哦。加一万。瓜哥加一万，刚刚的2万是3万。剩3位对不对？对。年纪轻的淘汰，你是第二个年纪轻的对不对？他对。对不对？17。你会不会累？可以啊。来一杯。三万。准备1万块了。好，我们的同学第一跳，一跳失败，对，差一点，还有机会啦，你跳的，每个人跳2次嘛，还有一次机会哈，还有一次机会，腰的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调整一下呼吸，武术的同学，你最有机会啦，别看你矮，你已经跳很高了，3万块哦，好不好？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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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什么话跟镜头讲吗？没有。有没有加油的？加油啊！他怎么看蹦啊？他在看蹦。是，这个是蹦啊，不是看你看你。不是他啦。他啦。我加油的。我加油的。他是蹦。神经病。你们不要影响他啦，我岔气啊。你的步伐也不对了，这次脚步不太对哦。对啊，你现在差一点点而已啊，好不好？差一点点啊！你这边被取太多啊，剩下一点点，真差很多。差一点吧。他的步伐如果对了，就踩到。我还没比完你就骂了啊！对不起，我骂太快。你差那一点点，你步伐对了就对了。是的。来，最后一位啊。加油！你要想着瓜哥讲的话哦。三个其实实力还蛮差不多的，蛮接近的。第一个比较，你要加油啦。第二跳喽。那个
星辰在看着你啊。星辰是怎么了？不是他同学。好好好，看电视，看电视。三万块啊，预备。最后一票喽！加油！没最后一票。是刚刚替星辰开心啊，星辰哲林嘛，对对，而且你突然软脚哎，星辰哲林，怎么会有这种状况？有你想跟星辰讲什么话吗？这时候可以骄傲的讲话了。星辰过来找瓜哥啊！你是咧，你讲你家己的话，讲话，你讲出，你讲完了吧？讲完了。对呀，该我讲了吧？你要讲了，星辰，我们都很想念你。他讲不一样，我是很虔诚的讲，同学有力量给他，不然他一定跳不高的。这个三万块是一定要看他们了，没有踢到你读者了。那你要给星辰多少钱？他为什么要给？明明是他掉的，你不会给星辰一千块吧？不会了，他自己的事情。来来来，你们私下交给他。有高手嘞，好，还有一个了，预备。加油！武术同学哦，预备。看有没有办法分到这个三万块。对，轻功的。哇！拜拜。等一下，你不要太难过。不要哭，不要哭。你不要太难过，你刚刚人家都有机会，你还没用那个机会的。我们小时候玩大风，一个机会一个命运嘛。对。你要选择命运还是机会？机会。你要选择机会。对。对。哎，为什么不选命运？命运机。啊？命运太难掌控。好，机会人家给你要把握。对。先暂待一下。好，还有一次机会哈，加油。哎喂，我们的安妮在。哎，那我请问一下，如果他选命运的话是什么？那问他来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来来来，如果他在问你啦。如果你选机会跟命运，你要选什么？机会。那如果你不选另外一个吗？试试看啊。你如果你选命运，现在假装你选命运。好，我选命运。命运就再来一次啊。一样，一样，还是。好，很好。你那么啰嗦干什么？我想知道。他讲没错，命运很难掌握。对，命运难掌握。啊，机会可以创造，可是命运一定要掌握。是，不能向命运低头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讲命运的时候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好，李贝，合理。好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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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的第二跳。跳，跳，第二跳，第二跳。算了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是艺人，就不要跟人家抢这个机会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但你已经很棒了，你选命运还是机会？可以选一个，是不是？嗯。大富翁。命运。命运。对。命运就休息吧。怎么不一样啊？啊，刚刚是再来一次。不是啊，我们艺人参赛表示我们的运动精神。哦。那该拿奖金是应该的，该鼓励该鼓励。他没有跳过，我们不能再给他机会。万一他跳上会分享到观众的利益，那他是观众 OK 啊，观众的权益。我们做事要公平啊，对不对？怡安会不会含恨？如果没关系，就是给观众们。对，这个话都漂亮了，大家都对你安怡安永远记住嘛，对不对？最起码你还可以获得主持人的安慰啊。真的不错呀，还有奖品，还有奖品，对对对，来来来，这个是嘉义民生双喝。接下来观众他没有用过的，让他用一次机会，对不对？来，预备，加油！这大家都用到了，每个人都用到了，加油啦！加油加油！武术的同学，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啊，最后一跳哦！加油！加油！不要让他岔气！加油！好紧张啊！可惜啊，可惜啊！哎呦喂啊！来，我们先，很棒棒，很棒棒，独得了，很棒，你们真的很棒，谢谢你，来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来，好，接下来的来颁奖了啊，颁奖，好，你好，等一下，总共三万块，女子两275，275，平记录了，275，啊，注意啊。
啊，你一万，我一万，这个单位一万呐、啊。对。三万呐、啊，我先给伊啦，你准备一万呐、啊。好。你护照、啊？我没有带钱来的。啊？你没带？哦，有啦。爱公孙球。你先，我们数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这是一万块。瓜哥拿出一万块，恭喜同学。主委的一万块，谢谢。福德，福德宫啊，福德宫嘛哈。是的。啊啊。对，爱去参与一下哈。啊，来，接下来制作单位。一万块。恭喜你。你是要帅哥给还是美女？红茶，所以就决定您到底是啊，你看帅哥啊，滚回去！哎，他假摔耶，摔哥九十，这不叫我吗？董哥帮你加码了，应该来董哥了。怎么给他分？不要，我俩。好棒哦！好，真的很棒，厉害了。你们最后不跟说，跟星辰说几句话。他已经跟星辰讲很多话。星辰小雨的时间呢？对，好，谢谢了。你打电话给他了，好不好？能挑战275公分成功就已经很不简单了。瓜哥，你的3万块奖金被同学拿走也是应该的。学妹记得要请学姐星辰喝饮料哦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什么呢？让董哥百合你栽。谁带我们来的？我。你带我们来干嘛？因为今天这边呢有一个特产，一定要介绍给大家。什么东西啊？那今天特别这个给我介绍，就是来，台湾梨。这个很特别吗？哎。啊，我以为什么鲜美的东西跑来这边吃这个鲤鱼啊？对啊。不是，因为这里它就盛产这个东西。就在这里啊？就在这个地方。哎，这里就这条吗？鱼肉特别鲜美，我看那有什么特别，就胡须的嘛，来，水秋啊，好活，活力是活力吧？哎，可是，哎，不对啊，懂了，哎。这鲤鱼是有须的呢，没嘴啊！你们耳背供那鲤鱼也不是长这样的，放慢一放呢。我还有斑点。你确定对吗？你资料做对吗？可是我找的那个图片跟那个，你很用心，大家看你做牌子是啊，可是不要一下介绍就错了吧。我们找老板，他的不可相信，他的没有可信度很低。老板，今天董哥为了你做了这个东西，台湾鲤，请问你这边养什么鱼啊？台湾鲤啊！哎呦。掌声！董哥，你进步了。乱讲吗？我好用心哦。我是标带，我再去做这一嘛。你看，你这张鲤不一样啊。啊？你要介绍的是你要介绍什么鱼？我要介绍的是台湾鲤。啊，这个这个台湾鲤叫什么？你把它形象啊！你台湾鲤，我这怎么念？台湾鲤啊，那时候还什么不一样？我有带来啊。那你再来。带来，你有做？你有做？哎，我老板也用心啊。这个才是台湾鲤啊。啊，这个鲤，这跟品种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可是这个字好像我们很少看到，这个字跟我们这么大，我们就第一次看到吧？所以这是日本来的鱼，对，不是，台湾原生，台湾原生种，泰国有泰国鲤，哦，那个鱼虎。我们这也是简称台湾的鱼，难怪我们刚抓起来没有那个鲤，对，照理鲤鱼是有胡须，你再抓一次看。大只的，叫大只的，大只。哎呦！它怎么样？好大！你说这，我刚刚看的不是这一只啊？这就派的，这样派啊，这就派。很凶哦！啊，这我说台湾鲤，台湾鲤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台湾鲤，原生种。可是我们一直都是介绍台湾国宝樱花钩吻鲤，对啊，其实这也是原生种，这也是原生种。那可是刚刚抓的不一样啊，你再抓另外一只，这个野生的。这个是野生的，比较大只。这个是养殖的，对，而且差别的对。哦，野生的比较好吃啊。哦，这个无托比，无托比啊，有 DHA， 算淡水鱼的最高。哦，那你既然养殖，为什么准备野生的给我们吃呢？瓜哥，拍谁的？太仰慕你，因为我是你的粉丝啊。哎呦，那我们可以推广一下吗？可以啊，来推广推广。别吃这个，吃这个好。哇，你好大一只。这个一定是各位啊，这是已经处理过了，本来就盐呐包起来，让狼头敲掉。对，这只是哇，哎呦，里面的肉一定很嫩。这个老板有诚意，你看，这么大的台湾鲤鱼我们吃，你看，老板对你好。就是
哎呦，水分都在里面啊，真的，肉质好鲜美哦，好嫩哦，很新鲜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认为大的东西一定是肉很老的吧？对，而且它的肉是有弹性的。真的，董哥你介绍的好，虽然自学做吧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不虚此行的。台湾里好吃，嗯，好吃好吃，很好吃哎。哎，老板老板，哎，好吃好吃，你这个台湾里太好吃了。你家写个马甲过后讲，不用丢，这是台湾雕。我们介绍，你中文雕，这马是我们的招牌，这是台湾雕。台湾雕用盐做的，对，盐烤，那把烤烧开的，对对对。那你还说你吃过这个就是台湾雕，不是台湾鲤啊？不是，我刚刚没有讲鱼种啊，我是讲它做法。做法。我跟你讲，我知道它做法是这样，它敲开嘛。所以你知道它是台湾鲤还是台湾雕吗？台湾雕。你一开始说的台湾雕，那你没讲。啊，不敢讲台湾鲤，台湾雕也好，台湾鲤也好，台湾好。你这样很合理。你就当当归呢哈，人生当归药膳，人生第一次吃到台湾鲤，哎，我也没吃过这个鱼哎，没坐回来，坐回来吃过，坐回来都够香，坐月子可以吃上，对，最补。其实你知道那个健身呢，是要取蛋白质哈，对，这个是最好。最好就是鱼了，对，优质蛋白。这样吃起来哈，肉比较紧实，像有点像拌鸡肉的。对对对。可是刚刚那个肉比较软，比较软，对，这个是比较大，而且它的皮好 Q 哦。我们是为那个马蹄地瓜凤梨酥。这么好，你的家伙真的，它不起抗生素，我们都用粗盐消毒。你的鱼吃的跟我一样哎。对对。那今天来进行什么？一样是三杯的。三杯味道好入味。嗯，因为我好像吃三杯鸡哦。哎，它的肉真的比较结实哎。咬下去厚厚的感觉。口感。虽然其实结实，可它肉质还是很细的感觉。哦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。三杯好吃。这三个都有不同好吃的方，其实你餐餐吃鱼啊也很健康了，对啊，热量又很低。对，我们另外也有送餐。哎呀，重点来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大礼相送啊！这个要送给观众朋友，观众们赶快上网啊！哇，好厉害呢哦，今天不虚此行来的哈，感谢你辛苦了哈。那我们送个游戏给他，来，到底来开杠哈。接下来要来玩道丁来开杠，这是一个挑战体能极限的游戏。今天会有哪些高手中的高手要来挑战呢？大家来开杠。哎呦，特别请到这位是王胜佳，你是什么区政资源？资源咨询委员的啊。那处理哪些事情呢？就是我们的礼尚啊，或者我们的婚礼吧，婚丧喜庆，夫妻吵架。不是吵架也会，哎呦，还有产权问题啊，大大小小的事，大大小小的事，对对对，对呀，对不对？大家的幸福感，幸福的大，他说他有资源就是大家幸福啦，我相信你会带给大家幸福，是，今天有带来幸福吗？实质上的幸福，有，那你用哪不用哪不用哪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很幸福的哈，第一位，哎呦，你好，哇哦，贵姓？刘同学，对，你今念大学大几？大四，什么科系？数位媒体设计，数位媒体设计，什么叫数位媒体啊？就是一些动画或什么的数位的媒体。哦，对对对，其实台湾动画现在很有名啊，哈，在好莱坞。对啊，啊，你学多久了？今年升大四。大四。对。你眼睛是因为画那个画坏掉的吗？小时候就。好，那你待会上去把眼睛拿掉。要。那你要挑战谁？陈怡婷啊。我们有其他人，我们有安怡啊，我们有就是新同学啊。巧怡。哦，对对对，那你看他巧怡还有这个怡爱啊，看你要挑谁？颜色，两颜色，他用颜色来挑。你们都舍不得叫人家名字啊，叫巧怡啊。好，巧怡，来来，请就位。好，预备，到底来开杠。练吗？练手练力啊！啊！超快速的，他怎么夹到我们？他常看我们节目才敢来嘛，对不对？是那你挑战谁都没问题啦。肩膀有一把 gay 啊，你现在有2000啊？那你也是把 gay 的吗？不一定哦。来哦！哎呦！谢谢了，血死了！前面4000了，因为。
众身家了，1000块，我们这边有1000块，1000块，谢谢。那下面一位，哎呦，道馆来了，你是道馆的？不是，那怎么会有这个？道馆，对吗？哎，你还好吗？都是跆拳道，武术，武术，武术啊，哦，武术的，那武术的，我们男生都很硬啊。哥，我这个我来处理，你来处理。哥，因为我玩这个游戏还没有输过啊。什么？玉豪只玩一次过了，拆台，他被拆台，他是常输了哈，对对对，我常输了，永业也没输过，没输过，也没输过，哎，好，那这三个都是悍将啦，那不然就先叫我来会他了，他自己挑了，自己挑了，你们三个都很厉害，我也不知道放谁，你选一个，你要选的，他，没有，你看他，你指他为什么要看我？先骗骗他，你选对了，我赢了，来一位，来准备好。2000哦，加油加油！预备。好的，现在是我们唐玉豪配上武术的同学，唐玉豪一拳闪电拳，转他转他，转的停不下来，他转的停不下来，他跟着转，跟着转，跟着转，好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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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再撑久一点，他要输掉了呢。对啊。哎，你什么力量？你是练单杠转来转去的吗？副业。副业。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的。哎，我们第一次看到，就是他被夹住哦，被转，他也可以破解掉的。我跟你再转一次，你再转两次，他就要输掉了。撑了好久哦。好厉害哦。哎，这个太精彩，我们请这个加码1000块给他。这个完全同意。做那么久也没看过像你这么在单杠上转来转去的，对啊，你平常可以转半个小时吗？一个小时啊，一个小时，可以，好，谢谢，哎，谢谢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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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手一定很累啊，很累很累，现在不准，嘴唇发白，不好对付了，现在不准再挑战他了啊，好，休息一下，下面一位啊，哎呦，你学什么体育？拉拉队，拉拉队被掏的那一种，竞技拉。那手有力吗 ？OK 啊，我们那个不行啊，进入也不行，巧艺也不行，进入不行啊，进入上都上不去啊。他最近那个不是被超国标舞？啊，可以推啊，全身力量啊，巧艺啊，巧艺啊，巧艺吗？可以吗？来来，确实啊，加油。预备，2000了，加油，加油，要高哦。对啊，年轻就是本钱啊，怡婷啊，陈怡婷，这个只能靠你了，再加3000啊，怡婷交给你了，2000加3000，再加3000，5000了啊，加油，5000块啊，预备。陈怡婷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冰冰啊？比比啊，冰冰。
BB。那我一直要帮怡婷都，他是帮你加油还是帮陈怡婷加油？你们刚刚帮谁加油？我都奇怪，他学生一直帮怡婷加油，怡婷加油，怡婷加油。对对啊，哦，你也是苍白的，这样女生很难得。我刚刚好厉害哦。来，我们就再多一千给他了。好，剩加我就给了2000块，我们一千，哎，2000多来。来，一千块，恭喜你。对对对对。比赛不一定要真正分出胜负，因为刚刚那样一定会有一个阿邦受伤啊。对，都太厉害。对的，两个运动精神都值得赞许的。来，谢谢。哇，下面来的仇用哎，这个猛了猛了，打这个可能是要打。跳街舞啊！你跳街舞啊？蛮壮的，这个我们不知道他实力了。啊，那乐色色来了。咨询委员去咨询一下好了。这平常是通识，不是说叫你叫大声啊，对不对？提醒大家到垃圾了。啊，走啊走啊！你要到哪一带垃圾？他是要来比赛的。对，你要到哪一带？踊跃啊！哎呦，先选的踊跃哦。因为玉豪不行啊，踊跃来。你们2000哦。好了，走了，踊跃，踊跃，转他，转他。你来有做热身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啊，没关系，他回去就知道怎么练了。嗯，第一次来他不输在体力，输在技巧。是的，这些人都身经百战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去速度很快，来，来送你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哇，加油加油！所以不是他体力输，是技巧上面输。对，我就要就像那个郑尚台先验尿，对，先练夹那个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下面一位。他叫史壮啊，史壮，史壮，强壮，壮，强壮，强壮啊！他真的很壮哎，壮，我们也，我们也，啊，他练健身啊，拉拉队，拉拉队长，他手背很有力量，抬人的，惨了，对，我们现在先不要耗他体力，我们一拍就最壮的，对，那个永烈，永烈，我们知道。永烈最重的，永烈没看到这样，永烈的，永烈很矜持的，永烈没输过，对，他没输过，好，来，你们2000来人。像龙比完那样。对啊。啊？救护车都来了，救护车来了。还有吗？还好，你这样放掉是对的，因为上不去就上不去了，因为比速度嘛。轰炸有没有？轰炸在暖身了。红茶呢？是我们也半魔王级加3000。好，加3哦。就5000哦。5000喽。来，请就位。加3000了啊。这个可说是世纪对决。时装对上红茶，大比红茶，大比红茶，耶！大比红茶，你是冠军，我要打那东西，我要打那东西，你是冠军，你好帅！耶！红茶真的有帅哎，挡住了，红茶不愧是魔王级的啦，真的。来，好颁奖来。2000块，来1000块，你很厉害了，谢谢，来我再请了，谢谢，厉害。哎，那个两位在看，你们俩比赛完了没？你比完了吗？那两个黑衣服的，你比完了？他们拉拉队的，进来，黑衣服，黑衣服。等一下，你在旁边看是干嘛？要比赛的，你比过了没？你到现在没比过，那你这样看着我们是想比是不是？是想比啊！你是被推出来的，你有你把 gay 嘛？我惊惊了，你是真的要比吗？真的，真的，想打工。好来，
个是想比赛，这个是被推出来的，你胜负已经决定了嘛。来，预备，两千哦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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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对对对对对，想要想一个想要比一个不想要比，那我们礼物给他，对不对？谢谢，来手工大，来谢谢，送你，信心十足啊！你觉得你赢得了队长吗？对啊，你赢不了，那你怎么挑战红茶？试看看，你想挑战红茶？你休息够了，我够了，我够了。瓜哥，哎，瓜哥，大家都在叫你名字，哎，我直接给钱好了。我派给你了，你刚看到我比赛吗？有啊，小心啊！秒杀了，秒杀！小心什么？你嘴唇还是白的，你不要这么。你为什么用酒还没有血色？嘴唇还是白的，他的脸也是白的，你在干嘛？两千。缺氧太久。你不用穿鞋子，快上上上上上！没有，是笑话他体力，来厉害了，来，厉害厉害，他来，是两千了，对，委员给他两千，来这边也两千，两千，恭喜你，谢谢谢谢，厉害厉害，今天安排的节目希望大家喜欢，再次谢谢我们的王胜佳委员，好，别忘了每个礼拜天的晚上八点锁住名字收看我们的综艺大集合。